会出怪声吗？不会，我什么时候配音出过怪声？不会，我什么时候配音出过怪声？什么啊？想要什么？说出来的话，我就给你哦。我知道你的心意了，但是你已经不是小鬼，要懂得听话。我出门了。最近天气变暖了，应该有出汗之类的。我要冷静。不行，你们以为在这种地方可以听到免费的 drama 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看这一本超好看，这一本真的是有够好看。这种看起来比较木讷的人，难道他们其实私底下都是抖 S 吗？只要你买了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厚厚的刘海下面的脸，对，就可以看到那张帅脸。我看到了，校园纯爱，阿萨不是纯爱，我是纯爱战士，好不好？我是，不要那贴奇怪的标签，说什么阿萨都看一些色色的书，没有。对，我觉得你们都需要多看这种书。可以把前面那件脱掉吗？好啊。啊，脱掉了。哎，又穿起来，哈。啊，下班了，下班当然要脱掉制服啊，不然呢？你以为？